News 新闻 ，news is information about current events. This may be provided through many different media. Word of mouth, printing, postal systems, broadcasting, electronic communication, or through the testimony of observers and witnesses to events and.COVID-19、yes. is the most important event during this time. Yes, news. I mean. News. 什么是新闻呢？新闻是一种信息，是关于当前所发生的事件的信息。那人们是通过什么样的渠道来获得新闻的呢？是有好多不同的媒介，对吧？比如电视，比如电脑，比如手机。对。手机上有各种软件。比如报纸，对，比如宣传手册，甚至还有一部分是通过观察者的或者证人的证言证词来获得的。OK， 就是不能只喜欢，或不能说每个人都最喜欢，或者说更喜欢好的消息，但是很多不好的消息是为了防止更不好、更糟糕、或者说是为了能使。坏的变好，或者说是好的能维持好，绝对不能当那个就是怎么说哈，鸵鸟都躲着避着一些那个坏消息，假装这些坏的事情没有发生，否则的话，那些坏的事情就会重复的发生。比如坏人又做了坏事，你不给他揭发了的话，那他就会下回可能会去做更大的坏事，而且会有更多的人。比如说有一个这个楼，有那个贪污腐败的，有那个偷工减料的，你要不及时给揭发了的话，不给报道出来的话，当然这还是应该是有法院、有检察机关、有那个，但是好多时候这个第四监督就是第四权，就是媒体这个监督权是超级重要的，尤其在这个现代社会，就是用每个人有个手机就能够拍摄，就能够传递消息。然后朋友圈啊、Twitter 啊、Facebook 呀、当然好多东西在某些地方是看不到的。这个东西怎么说？当然也很容易被操控。这个有好的情况，有不好的角度，很复杂。咱们多学习一下那个。Find out 答案。对。所以这就涉及到一个职业。Journalist。Journalist。就是。每个事物都应该交由更专业的人来去怎么说好，负责也好，叫引导也好。就比如说新闻的话，有那个有记者，有主持人，有分析员，有就是怎么着分析员，或者就是说评论员。就比如说关于你要播一个新闻或看一个新闻，比如说关于这次那个新冠肺炎的，这时候就需要那个公共卫生专家，需要医学，需要学医的人，然后还有需要学会，还有就是说什么领导人呐、站出来说应该怎么着去封城啊，怎么着去安排救援物资啊，怎么就是统筹安排这些。跑题了是吧？对不起，说记者呢是吧？OK, so 咱们先说 journalist。Okay. A journalist is a person who collects, writes, or distributes news or other current information to the public. A journalist's work is called journalism. 是的，记者的工作它就叫新闻工作，对吧？它是收集、撰写，然后再去分发，就是发布这些新闻信息给公众的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职业。对吧？就比如说，有些记者因为报道了一些不好的事情，他受到威胁或受到迫害，但是他为了肩负的责任，宁愿去做这些牺牲。但是如果说社会上或者说是掌握权力的人不去保护和鼓励这些事情的话，那这样的有这样基因和这样信仰的人会越来越少，那就糟了。还有就是你都去报好新闻或假的新闻，
比如说你报一个，我说我这个东西，就比如那，比如这块东西特别好喝，喝完了治百病。当然哎呦，这个确实好喝啊，这个确实好喝。但你不能把它说治百病，是不是？那就是假了。你比如说，但是我说我给你一万块钱，让你说它治百病，你愿意说吗？是我不知道什么意思啊，反正就是说不能这个新闻记者，各种记者，都坚守自己的底线和社会责任。然后当然了，还有其他的监督，防止就是说收了点钱就说假话和，这个东西，因为这个世界上到底是什么颜色组成的，普通人是很难分辨的，因为你这个报纸上登什么，登几页，什么东西放在头版，那，哎呀，我没法说太多。反正你逐渐学习吧。希望这个世界是真正的美丽，好吧？你看，这个空中经理他正在抱着那个花，采访这朵花的。对，你好，你好，小恐龙。OK，Hello。咱们多了解新闻，了解这个事情，希望这个事情变好吧。OK， 也希望有更多有良知、有责任心的记者能够坚守。当然也，这个大环境决定着很多东西，你也没办法在这种环境内过多的要求，或者说是，过多的期望吧。但总会有好的时候，对，希望修桥补路、金腰带、那个杀人放火、误杀，哎呀，憋死。